原是梦溪抽到就必养的角色，第一名星丘。二小姐星丘又被称为水神，不仅是因为她拥有较高的输出，还有她几乎全覆盖的后台挂水能力，以及提供的高额免伤和抗打断，只要是与水有关的反应，星丘都能胜任。第二名班尼特，与星丘齐名的火神，全游戏顶尖辅助角色，其高额攻击加成，强火破盾，具有奶量于一体，是可以明显改善游戏体验的角色。第三名刷糖，拥有大范围的聚怪和扩散技能，前期清理聚怪很舒服，后期则可以给队友提供高额精通加成，绝对是萌新队里最好用的四星之一。第四名飞侠，又叫小艾尼，能召唤奥兹后塔输出，挂雷能力很强，且伤害可观，尤其是解锁了这个天赋后，强度提高了一个维度，通过草雷激化反应，甚至能有五星级别的后台输出。第五名有七人，拥有跟随奈何灌雷的能力，通过无脑对高精通，同时提高奶量和反应伤害，尤其是配合水草角色打出超绽放反应，培养性价比很高。以上就是这70瓶的内容了，快说谢谢七七。